就不买不起啊嘛。所以你看啊，大家这里偷啊，会掉啊。这个 idea 是那个泰国那个泰博客哦，他们还没有开始打的时候啊，他有那个 rope、哦、那尾巴啊，尾带啊，不然你放在中间啊，放在前面啊，就变成那个埃及啊，那个圣经啊，Cleopatra。没有错了，那人家都是拍玩玩啊，要打脚踏车还是什么运动爬山啊？对，我本来有个手表啊，那个 Manic 的，你粘在上面呢，也是可以拍。那你刚才那个贝斯你要做什么用？那个贝斯我放在我的店里，我的 camera 就全部可粘在这个那个铁嘛，前面那个铁啊，给人家看啊。就是、那你的店在哪里？哦，在洛。啊，不是，在新加坡 Beach Road。Beach Road 啊。啊，在现在爬山啊，很危险啊。OK， 我还有这个 camera。爬山应该那种很危险啊，要一半人吗？直接 OK， 可以吧？这样夹着可以哈、哦。啊，可以啊，可以啊。我就是要弄到全世界来下车啊，就是 I call FBI， 我的 camera 全部是 FBI， 我是来就是 funky very incredible。Flaming or accessory， 你看这个啊，假如爬山啊，那种 cliff climber 啊，很 risky 的啊 ，risky 的，你不可能一个人拍，一定要一般人啊，你拍我拍你嘛，因为你不小心跌了就死了。你看这个啊，这粘啊，要带很多粘土啊，粘在那个山啊，那个墙壁啊，你粘。那因为我的 camera 有个 cover， 有个来个 cover， 那条绳差不多十米，那条绳是普通的，你可以去买。那你爬、啊。爬到这样啊，那你就拉了，拉着那个粘土啊，粘在那个毛灯窝，那你就不要去理它，你就要用心的。假如它粘在 camera， 你还可以再用。那你 cover camera， so you can stick again。假如它三次这样啊，你还可以爬，拍你自己。不到。啊，那脚踏车的、啊、全部都是很多人会用我的 camera。那你就是专门在做这个。啊，我有很多 camera， 但是这个我把它跌到很便宜啊。对。在新加坡我不会卖超过300块，新加坡以为很便宜。你的弄号是这个、yes. 对不对？对。那你去找这个其他来配合你，对不对？对，这个。那我们是好朋友啊。Yes, brother 、啊。那这个最后是好像 study，、嗯、我有个那个 stand 插进去，前面的人，比如讲啊，哦 ，OK， 这个是没电，啊 ，OK。随机玩，有啊，夹灯嘛，这机玩。啊，哦，在这里 ，OK。用途啊，你看啊，它的应用力。我给你看，假如这个人坐在前面比较高啊，你就把它拉长一点。那我一个 stand， 那个人在讲话 ，lecturer or speaker， 那你就可以拍他。假如他走 left to right，right to left 啊，你就可以转嘛，慢慢转。那现在啊，现在我给你看啊，我慢点啊 ，email 给你啊。好啊。我这个 camera 还在拍哦，给它关掉了啊、哦，没关系，再 few seconds more， 我给你看啊。老师也黑，这么厉害 ，Mr. Lin， 老师厉害，你看，越唱越好啊。嗯。好像演唱会啊，很多女人也是要去看他们的偶像的嘛，在前面啊，拦住啊，你用这支啊，你看，这货，我们就会拍自己。连在厕所里面哦，不会的，因为啊，人家不会买这种的 camera 去连啊，放在厕所，他买那个中国的，因为那中国的没有 quality 的，没有 quality 啊，这个是真的啊， you better go for the real one 。那你这张什么时候回去啊？Tuesday、啊、yes、哦。说你他就回去了。说你看到一个节目啊，我放上面啊，好，我会拍上去。厉害，还好的，不要讲太快，我还没有赚回我的钱。假如没有赚到钱，就是很笨笨。你有没有来啊？有啊，我差不多每年都有来啊，这个时候。啊，但是到现在我还没有买你们的产品。去年发明展你有来吗？哦，对，你们在发明展，对，有啊，发明展。哦，你有来啊？对。哎呦。
啊，你去年怎么没有拿啊？啊，去年因为我在搞这个东西啊，搞到没命啊。哦，这个。今天还好让你看到，不然要等明年了。啊，对啊，好彩我走过，我从那边已经要回了，那我走错吗？走错吗？就要跑来这里。好，嗯，找到了哈。啊。因为有一次他说他要来台湾，他跟我见面，然后我坐在那边，你也麻痹在哪里见面？我跟他讲了，我相信啊，打回他两三次，到现在还没有其他的公司。你们上班是过？没关系啊。有问题就上班的。OK OK OK, okay, okay, okay.。没关系啊，有机会了哈。哎，我在看他后面，我看不出来。那这你看啊，有细节啊，这细节啊，在 office 说他们的 ceiling board 有那个贴啊，我可以啊，就是 manic tag 那边，那我的 camera 在上面呢，可以转来转去啊。在新加坡，我的 camera 就是卖租给人家，跟 provide 每个小时的 hourly premium services， 因为我很多货嘛，它变成 everyday I got income。你不要买，你要租啊，我是租给你。但在新加坡，在新加坡可以，因为新加坡很小，半个小时人家就可以找到你了。啊，这他们来我的店啊，来找我吗？我不必浪费时间。我的店会开到两点凌晨。啊，七看着啊，两点啊，两点。啊，因为晚上呢、啊、没有赛车，啊，天气酷热啊，很多人没有这么早睡觉。都在喝啤酒。好了，再用 email 联络了。Yes,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再 email 联络。Yeah, thank you. 不好意思，刚才我都没有啊，没有注意啊，是你还 remember me? Yes. 我都习惯。下次你注意到我了哈。啊，会了会了。Mr. Lin, 对了。We are brother now. Yeah, yeah, yeah.I love Taipei. I love Taiwan. 啊 ，Are you Chinese? 是，我赚到钱了，我会来这里住。新加坡是像个 hotel to me， 赚钱了，因为新币很好用啊，赚了钱拿出来，很好用。你们台湾人，他真的很喜欢台湾。I salute you. 好厉害。他应该来几百次。以前我是说他明年来有可能新的啊 ，OK good， 我还有新的东西，我是要找这个东西，这东西这是美国的，是美国的啊。你香港都有去看秀吗？看展览啊？很少，没有很少。香港啊，我已经很久没有去了，因为你们台湾人太厉害了。我以前时常去东京，也是三十多次。那慢点就是韩国、台湾啊，去到香港就很差。香港是像新加坡 trading， 好像 technology 啊，台湾啊跟韩国呢已经去到了，日本现在给你们打得好厉害啊。达到 I think crying 呢、啊？对啊，进去了都要。那你这次来收获很多的哈。Mr. Lin， 我给你看一个东西啊。好。这个啊，就是我的专业啊，好多年了啊。你的 patent。全部都是很严重啊 ，serious business 啊。警察是我的好顾客啊，好多年了。这个放在里面呢、啊，你看有个洞啊。随便拿出来啊，要证据啊，去报警去法庭，就是啊，要有证据啊。你按两次就判了，这就过了。针孔，针孔对，针孔。那就是我跟刀针的话 ，police 会 check 的。啊，不是，我卖给 police， 但是 police 啊，人家也是要判 police 也是会撤钱吗？政府也是会撤钱吗？啊，就是你没有证据啊，没有证据，英语就是说 no case。那英文说啊 ，a picture got a thousand words，就是一个图代表。我跟人家讲啊，现在你买了他们的啊 ，my FBI video 啊 ，reviews and leak everything， 全部爆出来。没有的多 ，review 啊，那个 app 的，所以啊，这个 video 要专业，要 quality， 那人家才有兴趣啊。那我就 packing 啊，这个 manufacturer 在哪里？这个 box 是日本的。
这个包，这个本这个里面的 camera 啊， camera lens 这个镜头是啊、韩国那个板呢，是日本那个板就最重要的啊，这一个小板而已啊，必须多了呀。那 assembly 在哪里？assembly 我在新加坡了，就是三个东西要自己 assembly， 现在这个东西很小啊。Yeah. Thanks again. 好 ，OK。OK， 谢谢，谢谢 ，Nice to see you， 谢谢 ，Nice to see you， 谢谢你啊。Top 啊、我回来给你送你，多点送你， okay, 谢谢。我就说到现在已经开始在修了。对呀、啊，到四点而已。对呀、啊，我不知道到四点，我以为到五点。对呀、啊，对呀、啊，我以前都是。See you again， 拜拜。